见证奇迹的时刻哦，秒撕，它是热的，直接被我撕掉。大家好，我郑峰。各位，我看到我手上拿的这款胶膜，我们这款胶膜呢，是我们益生推出的最新型的 DTF 胶膜。以往呢，我们 DTF 胶膜呢，必须在我们冷却的时候才可以将胶膜撕除。那我们这次呢，推出一款叫做秒撕胶膜。秒撕胶膜好处是什么？我们只要烫印完成，我们就可以马上撕除，不需要等它冷却哦。那我们胶膜有两款，我们现在出了一款就是60公分符合这种大型的喷绘的 DTF 印表机，以及我们还有出30公分在我们的桌上型小型 DTF 印表机哦。那想要了解怎么印制吗？我们赶快看下去哦。因为这在印的时候会影响到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将我们 DTF 秒撕模料印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烫看看吧，看看是不是真的秒撕哦。好，秒撕吧。看一下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哦，秒撕，它是热的，直接被我撕掉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拿一个我们一般在用的冷撕膜，我们来试看看可不可以秒撕哦。我们是使用一样的温度、参数、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以往的冷丝膜，有没有？我们撕不下来，会破掉，没办法马上撕，它一定要冷却我们才可以撕。好，那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秒撕纸跟我们的冷丝纸的差异呢？如果你平常有在赶单，有1000张要做，你就每1000张你要等到它冷却才可以撕除。那你现在如果有我们这种秒撕 DTF 胶膜，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的赶完单哦。想要订购的，赶快到我们益生来购买哦。你要订？很快，那个我们那个一样，跟我们里面那台公车一样。对啊。而且还可以把它对比啊，就那。